100多等的怪这么脆吗？我比他还脆啊！不是，应该是我的职业的关系，我的职业现在就很，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说死灵很烂，死灵的坦撑不了，可是到后期坦是最重要的属性，死灵就是空有伤害，但是你要活下来确实是挺难的。有没有人是又没伤害又没坦的？有这么惨的吗？德鲁伊真的不坦，德鲁伊算很硬了吧？玩召唤的死灵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是不想玩召唤的死灵的，我从来没有玩过。我为什么会想要玩？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很烂，害我很想试看看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是不是皮带痒还是犯贱？就大家一直讲，害我很想。但我很想知道是到底有多烂，不够烂的可是不玩哦。我给你们看，我人物都捏好了，我觉得捏的超棒。我一脸就是一个玩骷髅召唤的脸，人机一体有没有？没毛病吧？怎么有？有料是不是？我相信你会颠覆大家的想象。哎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大家现在只是觉得他烂而已，看我玩之后呢，会发现他是鸡巴烂。哎，颠覆的想象，是这样吗？突破了下限，干怎么都不加血啊？这些装备操，打一把嘛，来啊，加加。不过我应该没有想象中，我没有你想象中的 carry， 我只是伤害高而已。但基本上我被摸到就人没了，我就躲后面射。法师带复活可以撑两下，法师还有复活技能哦，这么厉害哦！这个贫民窟会有很多蜜蜂跟秃鹰哎。对，我现在发现打这个高层的关键了。那个地上的宝箱不要乱点干，那点下去一出怪你就灭团。妈的智障！这60几层我还坦得住。那个怪会把，他会跳砍，然后他会把手举起来，然后对着你一直走，然后走到你旁边之后，他会打一下，会把你打到土里的那种。这个蜜蜂好猛！安安，安安，哎，德鲁伊出现了，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。德鲁伊都很棒，怎样？我是优质德鲁伊哎。沙梗有写德鲁伊攻略，你可以去看。你说他写在哪里啊 ？YouTube 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也会写德鲁伊攻略。首先，你需要3个愿意组你的人。攻略 end。最好是一个侠盗，一个野蛮人，一个兵法，然后他们必须要愿意阻你。不是啊，你看这个环境，他要怎么？就是蜜蜂啦。感觉侠盗比他有用很多，你不觉得吗？侠盗超猛欸。哇！哎，还有蜜蜂，还有蜜蜂。对啊，侠盗硬到不可思议，侠盗好猛哦！我也要去给讲德鲁伊T0的 YouTube 招展，靠北！我觉得讲德鲁伊T0的都没有玩游戏，都没有玩过游戏。我觉得讲德鲁伊T0的很缺德。
真的，缺德德鲁伊，缺德德鲁伊。哎，我靠！那他被蜜蜂叮死了。那蜜，哎呦我我觉得德鲁一定是五个职业选择来。哭啊！这个怎么有造型？不是啊，不是气势之神有造型。没问题。那请问，我有朋友吗？我是好德鲁伊吗？有，你有朋友。这一把打完，我要救便当啦，然后等一下可以跟你刷一下那个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刷这个太高层的压力太大，这个只能刷个几把呗。你知道我们刚刚打七十四层，我们死在最后的围王，然后灭团，没过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打了三十几分钟，然后跟他妈的比魔兽世界拓荒还刺激。我们无限，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复活，慢慢一波一波往前，而且还有那种永远打不赢的怪，我们还要拉脱什么，然后绕过去什么各种战术，然后我们最后死倒在伪王的面前。OK， 超难过。让我来回忆一下，当初有谁说德鲁伊 T 零的？我是其中一个。另外第二个，这个加拿大肥宅现在在台湾，这个也曾经拿过世界冠军，这个他妈也是。靠飞呀、啊！还好我溜得快、嗯。没有啊，你知道冰箱玩就马上接火盾。冲过来炸！没有，他会冲锋啊！他直接冲过来扒我们两个啊！聊天是在帮你找谁讲德鲁伊提领干白痴！你们不要闹啊！等一下他妈的，你倒在人家，人家都说他妈是我指使的，我就没说过。组一团四个人到底为什么要带德鲁伊？欸，什么东西打到我啊？我没有被东西打、啊。那侠盗也太神了吧！他可以一边打那个怪一边复活。用他操作。我觉得那个地板看起来会秒人。欸，我现在打这个楼层啊，我觉得我更需要我要那个戒指，就是我刷不到那个戒指。不然我打中单体王，我会没能量。轻轻松松。真的吗？有轻轻松松吗？你想清楚呢。轻松松。满脸是血，轻轻松松。靠北。在哪里轻？我觉得我怎么感觉不到轻轻松松的那个部分？掉虐，看松的部分是闭眼吗？靠飞，太狠了。